国所代表国家，有他的责任，应该维护国家的尊严荣誉。相关的行为极为不当，不符国人的期待。滑冰女将黄玉婷穿中国服惹议，府院要查查，各界有不同声音。那有蓝营喊出罪不至死，批您是秋后算账。那赵少康也抨击你小气、机场鸟度，院长怎么看呢？国所代表国家，有他的责任，应该维护国家的尊严荣誉。相关的行为极为不当，不符国人的期待。我已经责成教育部提议书，做相关的处置跟规范。